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龄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排查账号问题，将 YouTube 频道移至其他账号，您可以将频道包括其中的视频等等从一个账号转到另一个账号。准备工作， YouTube 频道会自动与一个账号关联，这个账号属于以下两种类型之一： Google 账号，您需要使用 Google 账号来登录 YouTube， 您的频道会自动使用您 Google 账号的名称。品牌账号，品牌账号是专属于您的品牌的账号，并不同于您的个人 Google 账号。将频道关联到品牌账号后，就可以让多个用户通过各自的 Google 账号共同管理此频道。详细了解如何创建品牌账号，请按照如下步骤将您的频道转到另一个账号。在 youtube.com 的右上角点击您的个人资料照片，点击切换账号，登录与您想要转移的频道相关联的账号。警告，务必登录与您要转移的频道相关联的账号。例如，如果您要将与自己的 Google 账号关联的频道转移到品牌账号下，请务必在此步骤中登录您的 Google 账号。同样，如果您想将与品牌账号关联的频道转移到您的 Google 账号下，此时请务必登录您的品牌账号，这样才能确保不会在转移频道时误删频道。进入高级账号设置，点击将频道移至品牌账号，或者将频道移至 Google 账号或其他品牌账号，输入密码并重新进行身份验证。详细了解如何重新对您的账号进行身份验证，从显示的列表中选择要转移到哪个账号。如果您选择的账号已经与某个 YouTube 频道关联，请点击弹出框中的删除频道。注意，此操作会删除已经与该账号关联的频道，这意味着与此频道相关的所有内容，包括视频、评论、消息、播放列表和历史记录都会被永久删除。查看您的频道在移动后的名称是什么，然后点击移动频道。重要提示，如果转移的目标账号已经存在关联的频道，此操作将删除所有这些频道及其所有视频。请注意，您不能移动某些内容，例如频道发表的所有评论、收发的消息、认证徽章以及有关自动过滤的社区设置。如果要转移的频道中包含这些内容，您会看到警告。如果您使用了自定义网址，它不会移至您的新频道。